黄文雪，你真正有够卑鄙，家己一个人的对付也无够，搁出来斗三工，这种行为连彭启超都唔敢做，你竟然敢？那就表示这届反噬应该比我条例搁较严重。安尼嘛好啦，至少有你陪我，我嘛甘愿。Hello， 这查某真正有够臭，够臭爆的。 我家己跳。好啊，那呢，我才好啊，欣赏一下，看你是安怎华丽转身离开人生舞台。卡叔公，你若跳会悬，跳会水，我给你10分哦。而且，我搁会给你拍抱啊，欢呼，紧跳，紧跳。 陈如书已经启动的意识空间啊，咱大家准备行动。小戴，小哥安全，你靠咱啊，无问题哦。大人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。马哥在等我去救你，我绝对会走第一的。要给我问马万秋，今仔我一定爱找彭文雪，手无清楚。希望我马那个一错再错。好。 今日大人做好准备，咱小戴咱要专心听大师的指令，千万莫冲动，咱都行动，团结就是力量，知无？好，你一定有令我顾啊，阿哥又顾门口口，有两个爹，做你放心，安啦。志良、可乐，是嘞，我可能无法度等去甲恁团圆啊。其实天公伯安排真奇妙，丁秀。 较后悔，另外干来个选你一个，当年我就是选唔对啊。我今嘛才干来应该抱着遗憾离开。啊，不过我唔惊，因为我相信恁两个做得比我较共款工。恁两个一定好好珍惜对方，好好爱对方。无恁是讲煞呗啊，恁遮尔厚话啦，紧跳啦！ 伊去不等些拖时间啦，你有消息，等面交房，卖甲伊啰嗦，我一脚踏出去。进去。黄文雪，你若是敢对付苦了，也是治疗，我做过都无可能帮你煞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代替你好好照顾伊的啊。到时阵，阮一家伙四个人，一定会永远幸福快乐。 管理官，你欠质量真正足济，你这世人无好多行的，你一定会记你后世人爱行伊。恁即马大家集中精神，看到庙点，行到迄个特定的所在。 得当进入彭文雪意识空间内面。阿官。 你有听下无？我听小秀常在喊。你赶紧落去，你赶紧落去，安尼无志良看到就袂赴，紧来落去，志良，我都知你来救我，志良，我伫遮，放手，放手落去，你赶紧救我志良。 志良，志良，志良！阿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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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哪有可能？你哪有可能离开过黑石空间？我
不可能啊！恁真正来救我！你真正来救我，志亮！阿官，是的，我来辛苦啊！妈，爸是知影你有帮阮找催眠医啊，刘妈想找大师替你解围，你放心，阮会带你离开，你的痛苦就到今仔日为止。其实我困伫咧遮的时阵，我拢听到恁讲的话。我知影恁爸仔囝想恁，恁拢唔知影，我就想要离开遮，出去甲恁团圆。我了准讲，我干那用伫咧遮，抱着遗憾，想袂到天公爸对我遮尼好，万一阁给我一个机会弥补你。我这就好运嘞！魏小姐，今日社区上我到底牌，就代表有老阿婆，咱是赶紧离开啊！对，警察，他唔对呢，我白走。魏小姐，这是我的意识空间呢，我唔相信治疗对我安全。啊，你想会模样啦？啊，你别讲我啦，妈。阿姐，你来了，姐。因为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啊。当初齐昌阿公教你催眠的用意，是希望你伫咧紧急的时阵会当保护你家己，唔是让你用来害人诶。结果你煞摕这来伤害，来恁弟叔叔阿姨，你哪会变到这尼啊恐怖？先别讲这个啦。你是戆走囡仔，你敢来遮外危险？你紧搞出去，出去啦！你唔免替我烦恼，我已经找阮阿公的好朋友欧阳大师来破解你的精致空间啊！伊的能力要支持这个空间是绝对无问题，所以即摆应该烦恼的是你家己。所以真是你的大师送恁入来，严格来讲是你带路。那不是你党外咯，偏想要入来海一丢回应，大师那有存扛扛入来，所以安尼算起来，都是你的报应。唔对啊，你奶奶有可能伊会丢，我要入来吃。有一个人对你真熟啊，就是高社长。伊看你无法度甲大师拔走，佮抢袂走一丢回应，伊就算讲你的后一步。一定是要离开，甲义丈夫人拄着。结果真正互伊算甲准准准的。黄婉雪，比起你妈，你也是差上济啊。黄婉雪，真正我有一个懊悔，我带人过去结婚，加上彭俊仔死之前。拜托我照顾爱家，我替你求情，我就帮你一条生路。结果呢，你两头千棍，你糟蹋对你的宽容，你利用对你的同情心，今日暗中你对我的母子，谁的母子？你这不是恁母，我才是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全心全意伫咧爱你，还有这个查某。伊甲你结婚才无外久，尔就偷看兄呢？咱两个二十几年的婚姻才是真呢。你的婚姻是甲织田进司，你想过几了？你想清楚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对，我承认一开始我爱的人是织田进司，要过日久生情。第一日离开了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是真心爱着你这个高志良，所以我后悔，我后悔我反背你，我后悔我让你走，我无想要再失去你啊，志良。
志良，你敢不是有讲过，你把真心爱我，你对我嘛是有感情的。那安尼，咱这二十几年的陪伴，还阁有幸福美满，敢讲你拢袂记啊？黄文雪，你所讲的陪伴还阁有幸福美满，拢是你霸占来的。你根本就无资格讲你爱志良。过去，我捌同情过你。我认为你是真话，你用变态手段控制受害者。啊，不过我今日才发现，其实你比伊更加恐怖，更加变态。那我这不是变态？我真心去追求我的真爱，有啥问题？你为着追求真爱，就会当牺牲别人，牺牲你家己的查某囝是？原本我搁廖俊讲，你是真心的祝福我甲爱情，结果你是一个双面刀鬼，你所有的善良，拢是为着你要暗藏你伤害我的真相。阿哥有，你阿哥困在家，会孤单受折磨。你有你要阻止我困落白家小李，你竟然出口会假报告。你查清嘛，我讲爸无多小李，你搁伤害我，我想要家己害死。是你是爱上你妈妈，我真正恐怖，今晚就跟你举死万段。彭文雪，你不是我的相，所以跟你举死万段这阵不够，搞我来！你把我妈害死，我唔呐要跟你举死万段，我该跟你跳江老板。你大把鬼死小子，我等鬼来帮你耍这牌子，他回去就跳江老板。阿强，我妈到底是倒位的娘舅哩？你为着我伤害你家己的感情，那搞我妈那是好高尚的兄弟，你看你妈是安怎害死伊的过去，所以才跪着给老死。你这无天良，你这溜回牌子无？我今仔都要让你死哩！讨厌人！阿强，乖好了哈。阿娜，想要找我报复？那个炸嘞啦！你以后就是规大堆人在排队的啦。还佫有你啊！我要哪有可能祝福你啊？要哪有可能成全郭淑君？恁这对母仔，都是初界志良倒来我身躯边上大的大石头。甲恁搬开，这嘛是足正常的啊。啊，既然你都予我搬袂开。直接把恁炸开，嘛是合情合理的啊！彭文雪，你是起笑心？是啊，我是起笑，而且还小狗村啊！彭雪，你怎么出手？妈，你敢对我妈后背来，你要担心啊！妈。妈妈，我拜托你，你别这样冲动好不好？算我求你。我干那想要幸福你啊，敢有这困难？是安怎大家拢要阻挡我，我要成全我？是不是只要这查某一死啊，所有的问题就拢解决啊？不是安尼，就算苏娟爱死啊，你嘛因为得袂到志荣爸爸的原谅。而且淑娟阿姨是小黑真心妈妈呢，小黑真心人从来唔免得到真心妈妈的照顾佮疼惜，算我拜托你，你莫跳错小黑影哦，莫莫跳错我影好好无？彭文雪，算我妈妈乖乖的早间甲你讲道理，你莫想过悲哀啊！你若是光阴甲穿囥的，那无你若是伫意识空间开枪，真有可能会毁掉规个空间的。我唔管遐尼济啊，非得用到这款地步啊！要死，大家做坏事。至少我还阁有志荣会当陪伴我。也唔过，你若是要我目睭金金看志荣倒去这水性杨花查某的身躯边，我唔甘愿。但阮志荣遐尼啊纯洁，这查某太过咸垃圾。
你无资格。将军。